喂喂喂，如果你愿意一次一次一次的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Oh yeah、Everybody good morning， 太棒了，终于把那个动画给干完了。 Everybody 赶快来趁现在玩个 Count 游戏。等一下九点呢，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影片大联播，好不好？九点，等一下九点是小剧场，今天要做一个关于 Gordarban 的故事。大家你会发现是傍晚啊、谢谢陈仔，你会发现现在是傍晚，他妈的为什么标题要说早安，因为我刚起床，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早安。 Good morning 呢 Ohio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ました。好了，反正就是现在，就是等一下九点有那个啊，就是日常，然后九点半有那个小日常，就是那个小日常做超久的，做了16分钟，超久，直接可以拿来配饭看，好吗？就是这样子。OK， 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刚刚查了一下，画质好像蛮好的恐怖游戏。你知道为什么要找画质很好的恐怖游戏吗？Because today's my computer is a little different because my 显示卡已经变更成 GeForce RTX 4070 Gaming Slim Blows。 我不要黑板。 OK， 出于尊重，我们再念一次它的全名好不好？Because 我的显示卡已经改变成 16GB GDDR6X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哇吼，就是这样子。4070这么莫名好听是怎样？什么东西好听？你是说我的 GeForce RTX 啊，不对， 16GB GDDR6X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很好听是吗？就是这样子，我也觉得很好听耶。那时候看到这个品牌的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跳，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选它，好吗？不怕被恶劣的低端下人吓更惨吗？我跟你讲，我有查过这个游戏的评价，这个游戏呢，它是不会低端吓人的。OK， 听说是很厉害，就是打从心里让你恐惧的恐怖游戏，就是不用靠那些垃圾低端吓人法把你吓得要命，就可以把你吓得要死的恐怖游戏，好吗？啊，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它好像要差不多2小时半才能破完它，所以我就早一点开台，就是这样子。宇轩说，我才刚要装3070，哎，真的假的？那你也那个，其实我觉得3070就已经很够用了，只是因为 you know 我们就是一个直播主，所以就是3070对我们来说不够用，因为开直播的时候会累格，真的是不能接受玩游戏的时候还累格哎。但是呢，我上次装完4070之后呢，然后我就立马开了那个什么，Helldiver， 就是那个打虫的游戏。我只能说 ，Oh my god！ 原来我们之前都在像素的世界里面，大家。原来我们之前都生活在像素的世界里面。4070的世界才是真正的月球世界，好吗？真的是，原来可以这么美的画面，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各位，不行，我一定要先开给大家看一下。可是我不知道直播出去会不会画面很美哎、欸。我就随便选一关啦，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超级漂亮，漂亮到我真的是差点就是直接在电脑前面直接把裤子给脱下来，然后马上给我被我表哥给阻止。应该要直播试试看了，好啊，不然我现在直播试试看了。我还没有直播试试看呢、欸，那我看一下会不会lag好了。我上次是直接给他开到最高画质啦，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可不可以开到最高画质，然后来直播。上次开最高画质直播是直接卡到死。真的是直接卡到死哦，直接关机重来，谢谢。差点整个游戏要烧掉。聊天室，哎、欸，聊天室怎么没有啊？等一下就懂。我在想今天阿成是不是有改我的那个 OBS 的设定啊？他是不是最后那个音乐那边有给我改掉？我现在刚调超久，我说怎么会突然音乐不太对劲？请林阿成不要再盗用我的那个 OBS 的设定了，谢谢。请不要再盗用我的 OBS 的设定，你盗用完你要把它恢复成原状，好不好？机车耶，咔咔每30块就今天可以大叫了吗？今天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稍微小小的大叫一下啦，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游戏呢，毕竟它已经标榜它不是那么会那么低端吓人的恐怖游戏了，所以我们就享受它的剧情好吗？但是我先开个 Helldiver 一下，我靠，怎么要更新啊？完了，
太久没开是不是？不对，我前天才开而已啊。好吧，我们先试试看这个 Hell Diver，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换了4070之后，那个直播会不会累格啊？小大叫，对，我们就小大叫就好了，就是介于中大叫跟小小大叫之间的小大叫。我姐说安安安安，有的是歌，你应该是没错。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来看一下我的 Hell Diver 要什么时候来更新好。郑宇轩说我是最近要直播，所以想要装3070，成成套动设定，只是就绪有用了。哦，那如何都呢？好吧，那我就不怪他了吧。就给他抄袭吧，好不好？不要说4070真理一点，要讲 4070。Oh my god, yeah. You know why? Because today my computer is a little bit changed because my 显示卡不知道怎么讲 graphic card is changed to GeForce RTX 4070. Oh my god, it's a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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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level graphic card. High level.I when this graphic card is into my computer, I 我 I 我讲不出来 I be shocked. 好啦，反正就是试试看吧，先验证中一下。好的，恭喜阿米，我也不知道我在恭喜阿米，刚刚整个那个词不知道怎么讲，我被吓到了，怎么讲 ？I got shocked. Okay, I got shocked. 好了，开了，等一下试试看。那我先全屏幕看看好了，看会不会累个。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的东西啊，就是因为你开这个直播软体的时候，它会占了一些资源，所以如果你游戏又开更高的话，就是整个资源会被吃死死的，所以就会累个。I was too shocked. So ですね。我在笑，びっくりました。びっくりしました。Hello。Again capture。ちょっと。等一下，接不到我的画面。诶，哦，有了，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有没有听到这个进入游戏的声音 ？Oh my god， 我像在看电影啊！ちょっと待って。怎么是啊？怎么歪掉？等一下，好可怕。好，先给大家就是上下黑边一下啊，因为我现在用那个锤木玩游戏。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多漂亮 ，very beautiful。哎，先把这个关掉。Oh my god, so beautiful! Like watch a movie, watch the movie, OK？ 我们现在看电影，我们随便进一个地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妙的乐器哦，长什么样子啊？好吧，银河战争，就选它好不好？这里 ，Let's go。怎么好像有点卡卡的？哇太漂亮了！天哪，这个就是未来世界，我们的在那个 月球上面的样子吗？大家 ，Oh my god， 这个月球太漂亮了吧！不敢相信月球这么美耶。我们之前看的都是一张纸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倒是 3D 立体投影影像。我们之前看到 just paper。哇哦哦，太漂亮了，这个月球。如果之后就是几百年之后，就人类。几十年之后，如果人类真的可以去那个月球上住的话，你们会想要去吗？去月球上生活，离开地球这样。可是好像还要就是重新适应一些东西耶，例如说，可能一天就不是24小时之类的。来了 ，WASD 操纵绝地喷射枪。哎呦，我会，好漂亮哦！哇，这太漂亮了！你们看这个画面啊 ，Kimoji。来，我们来看一下远景好不好？看一下远景。Oh my god！ 哇，这个细节，我的天哪，不得了！先来叫个护卫犬好了，好不好？来，我们邀请护卫犬过来，让我们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个世界，好不好 ？OK， come on。有了，好像电影，好像在卡队，其实有点那个，但是因为直播的关系啦，我等一下因为它画质现在是调到最极限的高了，所以才会有点小卡。但是如果不要那么卡的话，其实我可以稍微调低一下画质，就不会那么卡了。反正我们现在是画质模式，现在应该也有稳30fps 吧，正常的是可以玩的啦。哎，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回不去？酷酷，我怎么加入任务了？等一下，酷酷，我只是进来。观赏一下我美丽的画面而已，我现在马上下线了。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月球长什么样子啊！哇哦，今天天气不太好，
上次进来的时候是黄昏，很漂亮，可以看到直接看到月球，超级漂亮。好吧，反正就这样子吧。想看4090会不会卡？你看到的是4090，我看直播用 144P。哦，真的假的？那你请你们直接点开那个 4K 画质，谢谢。还是我现在直播不能开 4K 画质、啊？好像不行欸，因为我现在是用那个即时模式。如果我用稍微累格一点的模式的话，你们是可以看到就是比较。什么意思？我怎么结束了？酷酷，你结束任务了？欸，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可以随便进我的房间里面啊？你是的欸。怎么可以随便进人家房间里面啊？讨厌，不敲个门就进来了，很小变态。啊，我要怎么撤离啊？这里吗？已经可以撤离了。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了。嗨，哦，拍子啊！好，谢谢。OK， 就是这样子，各位，我们测试结束，很漂亮，像看了一场电影一样，好不好？沙丘线上版就是这样子。OK， 想看4090会不会卡？怎么办？ 4090 在哪里？我们现在都是4070，而没有人4090哎。4090应该是明年的事情了，不要再换了。我觉得4070 Ti 已经很厉害了，别再想那么高级的显卡了。我们只要能就是顺顺的跑游戏就可以了，就够了。OK， 来玩今天的正题吧。有懂内哦，好。小风儿70块说恭喜升级电脑，祝直播顺利，赞助一波。好喜欢你的中英夹杂，太好听了。什么是中英夹杂？你说中文跟英文夹杂吗 ？Oh my god, thank you, little winder. He says, "Oh my god, congratulations to upgrade your computer. I hope your stream is good. I'll donate you. I very like your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cross."And very, very good here. Nice. 好，来玩吧。先来开个游戏啊。Oh, diver. 诶，我的游戏咧？哪里？找到了。Good here. Good play. Good here. 延伸。OK. Wow, 设置一下。繁体切换蹲伏平滑视角键盘，哎，它可以用手把玩哎。反转口口视角 ，Oh my god， 这个游戏也可以口口哎，大家不开视哦，等一下，好，那我等一下，我开个视讯啊。没记啊，刚刚在那边调一些东西，忘记开了。口口视讯要开了，各位口起来。哎，我的视讯在哪里啊？这个游戏又可以口口了，各位鼓掌，口起来。音讯 ，mono 音频是什么意思啊？等下我戴一下耳机。OK，Let's、okay, go。口口视讯能看吗？口口视讯可能要付费哦。我们会给你另外一个网址，在那边就可以看到口口视讯了，大家。你要选谁都可以哦，选阿成啊，选啾啾妹都可以哦。各种口口视讯都在里面，为什么不能动啊？按 WSD 行动，这是在一个那个玩具屋里面吗？还是在一个马戏团里面啊？这好像是马戏团的 House of Terror， 恐怖的恐怖之家，恐怖之家。哎呦咯咯，哎呦咯，安安啪啪啪，口口口，雪梨你怎么在那口口口？学坏了？前面那是什么啊？那个是 Angel 吗？那里有一个那个耶，有一个小 Andrew 在前面的，大家想看星星口口怎么办？星星好，星卡好像真的是蛮热门的耶。他就在口小人，呜、哦，哇哦，哇哦，哇哇哇哦，哇哇哦，有一个小天使在前面，什么意思啊？什么鬼啦？哎呀！突然开始玩云霄飞车哎、欸，哦，完了，这个雾一定是那个让我一定是下那个迷幻药的雾，声音偏大，等一下，你说游戏声音偏大是不是？还是我声音偏大？游戏声音偏大，我也觉得蛮大的，有点可怕，小声一点好了，调小一点 ，OK。你们要口去练舞是口，别在这边口来口去的，这边不是什么口口台，大家这边是恐怖台，好吗？我觉得这个游戏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它就是
又要给你看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让你去解释里面到底是什么剧情，好吗？又是一堆莫名其妙的片段跟莫名其妙的一些抽象的东西，一定又是我们在某一个那个童年啊，或是一些就是小时候，然后遭遇到一些心理的创伤，然后我们要可能要去某个地方，然后去修补一下我们童年的一些回忆，或是一些找一些就是曾经霸凌过我们的人，然后请他道歉之类的东西，或是有可能有我们主角有大概80个人格。Wow, what a strange dream. My head hurts. I need to get this headache up.我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就是恐怖游戏，他们他妈都一定要把字幕弄那么小吗？字幕可不可以弄大一点啊？哦，有诶，字幕放大，直接100%，谢谢。哦，这个游戏幸好有一点游戏性，它至少可以把那个字幕给放大。这个应该管用，吃两片吧。到底为什么把字幕放小？到底有什么意义？ This should do it. 让玩家看不到字幕有比较好玩吗？啊？老人友善，真的。阿啾去日本这么多次，怎么没有去富士急鬼屋？欸，我真的没有去过那边欸。因为我对游乐园就真的还好，而且去日本的话，我就只会想要去那个环球影城或是迪士尼乐园。就是我有去过另外一个乐园，叫做，独卖乐园吗？独卖。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就是日清，欸，是日清还是就是某一个那个泡面的那个博物馆？然后在里面，然后你可以玩一个那个。泡面的游乐设施，然后在里面还可以自己做专属于自己的泡面，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玩的，就是有去日本的话可以去一下，好像也在东京附近，我都忘记了。Producer 字幕太小，已经是100了，各位，横滨，好像是横滨啊，日清，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边可以就是做泡面，我觉得蛮好玩的，但其他的设施就真的有点像是六福村跟剑湖山这样子。对，泡面博物馆应该就是日清，哦，那个啊是 UFO 啦。对啦，是 UFO 啦，他可以做自己的泡面，很好玩哦。而且他有一个设施，就是体验，就是泡面，就是要变成泡面的时候的过程，也蛮有趣的，可以去玩一下。恐怖游戏都要训练玩家视力吗？对，我现在他妈已经离电脑大概已经剩下10公分的距离了，我直接近视3000度了。按 H 显示线索，哦，他有那个笨笨提示，哎，告诉你现在要干嘛这样。I need to put the figurine. 我得先把塑像放上去，还是很小吗？这样你们也觉得很小？我觉得已经变大了耶！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字幕放大100%了，我们现在是字幕放大0%，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到底差多多啊？ I think this was part of the old music box. 这原来是旧音乐盒上的吧？好，拿起来，然后我们字幕改100%。With Martha and Dory. 自从玛莎和多莉开始演出，我们就没时间参加婚礼了。是有变大啦，只是如果你们是用手机看的话，可能还是会觉得太小。我只能说，我希望就是以后的恐怖游戏或是任何的游戏，就是你们那个字幕可以调0%到3000%，好吗？最好是可以直接盖到整个游戏，因为毕竟这玩游戏的老人越来越多了，那个看不到字幕真的是不行欸。好，我先把那个东西给放上去。使用芭蕾舞女塑像，它这个游戏的画面还挺好的。手机应该看不到，好吧，那只好来中配喽，各位，叫中配给你们听喽。哎，就这个机关哎，这里面可以那个哎，藏钥匙。OK。哦，there's the key。啊，钥匙在这儿呢，怎么会放这里的呢？哦，来拿起来，我获得了卧室钥匙。OK，let's go。哇，这画面还蛮好的，不错，这个算是一个新游戏。哎。这个阿姨跟妹妹长得蛮漂亮的哦，这应该是她老婆吧？她老婆跟她老婆拿了一个长条形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老婆，这个东西不对劲嘛，太长了吧？哇靠，这个粗估有30公分吧 ？We used to read together. 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读书，可惜现在都没那个时间了。他写了什么？显示文本，穿黄衣的快递员艾德罗保罗，艾德格保罗。我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叙事优秀，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过程令我着迷。最后一幕让我很有沉浸感。沃尔特肯定会喜欢这本书，被划线了。如果下周读书会要提的问题，如果你要把这本书拍成电影，你要如何选角呢？他这个是有参加读书会的。排骨饭30块说排骨饭报道，吃饱没？吃饱了，排骨饭。排骨饭你吃了吗？排骨饭。
为什么你要叫排骨饭？因为你喜欢吃排骨饭吗？这里面有东西吗？没有。好了，我们卧室要死了，我们直接直捣黄龙好不好？我靠！马戏团的事情都是玛莎在打理，剩下叫哦，我是马戏团的团长是吗？代办备忘录，家长会通知多莉。日用品帮多莉完成作业。我的女儿叫多莉，和多莉一起为下场演出练习。为读书，为读一本新书，买新的颜料。给多莉的班主任赫尔南德斯先夫人打电话，刷碗，为下周的演出给瓦莉打电话。巴拉巴拉巴拉。好。I should look for Martha and Dory. Okay, let's go to Martha and Dory. What was that? An earth? What the fuck? 不对劲哦，不是在我家吗？为什么外面长这样子？无电话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是。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已经第387天了，难道我真的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吗？为什么电话没有？为什么都没有电话来？就后来发现是电话线没有插，看来坏了。什么意思啊？这什么鬼？我靠！我们家走廊也太神奇了吧！这应该不会 jump scare 吧？我已经看过你的评论了哦，你说好不会 jump scare 的哦。我跟你打勾勾咯，说好的不会 jump scare 哦。Someone left the record player on. 哇哈，他们家的这个格局也太奇怪了吧！他们家这个格局这边中间有一个那个长走廊也太奇怪了，而且在这个挑高也蛮诡异的，还以为刚刚一出来还以为是那个地层下陷，你知道吗？说不定评论只是说说的啊。谁跟你说好？有啊，评论跟我说好的，我要给他按赞哎。他如果等下有 jump scare 的话，我直接把那个赞给收回，按倒赞，谢谢。Where are they？ 多莉和玛莎，多莉卡哇伊呢？多莉有点像是那个咒的女小女孩哎，就是那个妈妈家花板上面有画画的那个小女孩哎，好像哦。玛莎这个角度怎么怪怪的啊？他这个姿势很像是以前那个看那种日本灵异节目里面出现那种灵异照片会出现的姿势，就是这个女人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站着。哟，玛莎是一个马戏团演员，我跟玛莎应该都是马戏团的演员了，我猜。有佛母啊，就今天额头特别高。什么叫今天额头特别高？我他妈额头永远都是这么高，好不好？没有什么今天特别高的，好不好？怎样额头会长大是不是啊？额头有生命是不是会呼吸哦？什么叫额头今天特别高？我都哪会这样自己生长啊？玛莎特别喜欢听这个照片，这个唱片，而且很亮，那是因为打光的关系。每次那个只要正面打光，别人都是就是整个脸漂亮，就是很光，但是我他妈就是额头比较亮，因为额头那个占了我的脸大概三分之一的那个面积。他的意思是，可能是发际线很高吗？也是有可能啊，你也知道的，就是过了30岁之后，有些东西都会放到往后退，好吗？哎呦，哎，这个东西放在里面纯心想吓人吧？可不可以把它摆正啊？谁会拿这个东西来当那个书架啊？责怪直接被吓到哎、欸！哇，他们这家人应该也是蛮有钱的、哦，都买一堆莫名其妙的名画，还有莫名其妙的一些装置艺术放在家里面。好吧，智商也会倒退吗？没错，你的算术能力也会哦 ，Camelia。算术能力也会哦。要是能再来一次家庭聚会该有多好，哪怕一次也行。哦哦，好多，多莉玛莎演出，玛莎读书会，玛莎读书会，玛莎聚会，玛莎读书会，玛莎演出。哇，玛莎也太多事情要做了吧？啊，我怎么感觉没什么事情要做啊 ？OK， 视力也倒退了，真的还要这样子看，就是稍微看不太到这样。好好，他们家好大哦！多莉的房间竟然在那个地下室，哎，来了！哎呦，长颈鹿先生，他总是待在他身边，但他怎么这次没有把他带在身边啊？多莉，多莉，Wow, Dory, your ring is so beautiful. Dory, is that you?
什么？I think it's supposed to look creepy, but Dory and I love clowns. 看起来好像很像，但是多莉跟我都很喜欢小丑。把他的嘴给弄开，这个嘴巴发生什么事情啦？这个嘴巴里面是不是那个小鳄鱼那个游戏啊？看起来是张地图，这个是要解谜的吗？爸爸，快解谜 ！OK， 嗨，阿朱身高会倒退吗？有，我跟你讲，越老 越矮，因为你他妈会直接疯狂驼背，驼到最后变成那个变成那个钟楼怪人。什么意思啊？我要先从书，然后到小丑娃娃，小丑娃娃牙齿被拔了，然后树林、马、宝藏、大象、书、小丑、树林、小丑在这里吗？查看互动，怎么互动？不能互动啊！那就下一个点吧。它这个是有一个锁头的符号、欸，多莉真的搞人呢、欸！啊，这是什么？我该不要玩这个吧？可是没有球哎、欸。Where did she put her marbles again？ 该不会这也是一个小游戏，就是要玩吧 ？I think this coin was for the old machine。有一个硬币。The circus saw quite a lot of America。啊？我先要找树林吧。哦，这个。I took it home from the circus. It's old, but I'm fond of it.靠背，这个不就是那个吗？恐怖游戏那个弹珠台，我要玩这个吗？好玩。This work. 然后嘞，好 ，How to play？ 这个要怎么玩啊？好 ，How to play in circle and top pull handle on right all the way down on right？ 哦，我要拉这个吧，是吗？这里。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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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好好玩哦，太有趣了吧！我们西罗伊 ，My favorite color。哦，这个弹珠是好哦，这弹珠是拿来玩这个的啦。他那边只是拿让你拿弹珠而已啦。什么东西呀、啊？哎呦，哎，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抢钱小游戏，那个夜市里面都会有这个东西。真的有人过掉，就是最难的那一关吗？哎呦，哇！Genia 14.98 元说 ：“Atsusan Kumbawa, may I know if the Taichung Expo in April require entry fee? If yes, which website can I buy in advance? I'm hoping to go see all of your land. Okay, the Taichung Expo, you mean Carter Dao Disga? Carter Dao is for free, oh, for free. No ticket, oh. You just go to Taichung Station and you can.”Come in and buy, okay, and buy our things, okay, for free. But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就是有一个好的购物体验的话，你这可能就是要早点过来排队。因为如果你太晚来的话，我只能跟你说 ，Oh my god， 排队排到死掉了。因为那天肯定会超级超级世界无敌多人的哦。整个台中市的人都在那边了啊！哦，喂喂喂！哇哇哇！哎呦！哎呦！哦来喽！男的来，男的来，男的来喽！男的来，男的来，男的来喽！啊，过了。Oh my god, Dory， 你也不过如此嘛！我拿到牙齿了，那牙齿可以放到这边来了，来把牙齿放过去。哎，难得！哎，我是要先把这个小丑的嘴巴子打开，是不是？那我们应该还差什么东西吧？阿啾的，如果你以为我要唱爱你，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朋友的手是超酸，那是因为我关山。Super sloth，
She reads every issue. 是超级树懒，她每一期都读。Hey, Lana, what are you doing? All participating in a speeding contest. Another one. Oh, can I watch? Sure. Okay.阿里嘎多 ，Thank you all for the great tips. Thank you. 你要从新加坡过来台湾吗？祝你旅游顺利哦。希望你可以在台湾玩得很开心。Oh my god， 这什么 ？Mathematics？ Oh my god， 数学作业。魏智止，班主任老师比三十多次的是三十四啊，三十和四组成三十四啊，什么意思？这什么题目？比四十多二的是四十二啊，四十二组成四十二啊，什么题目啊 ？Two more than 40 is 42. 40 and two make 哦，它应该只是两种不同的讲法的意思吧？什么叫我会？你真的把我当白痴哎、欸！你真的把我当白痴是不是啊 ？Costume for the show. 我数学是没到那个地步，好吧 ？Your first sketchbook.She would take it more seriously. Oh no, 语文。将词汇库中正确的单词填写在下方的句子中。哦不，多利他语文很低分，他 F 而已。你这一匹马，你口着一匹马，你口着阳光，你口了铃声，你随着音乐口，你口了一个游戏。哦，你想口吗？拿来跳舞吧。你可以口歌。Oh my god, nice.可是我现在已经拿到牙齿了，我不是应该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小丑的嘴巴里面吗？难得不能放啊！我要怎么放在嘴巴里面？喂，哥哥，后面有，哦，原来在后面，啊，那可以放了。嗯，什么意思？这个是那个小鳄鱼的拔牙的游戏吗？什么？什么东西啊？对啊，可是它没有动哎、欸，是不是？再把它转一下，不能转。前方高能！这游戏不会 jump scare 的，我已经看过评论了。他敢给我 jump scare 的话，就给我试试看哦，试试看哦。没有啊，怎么按都没用啊。真的没有啊！我要干嘛啦？我是不是还要拿弹珠？弹珠已经不能拿了。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吗 ？I never liked doing my homework either. 语文，这是空白铅笔，在每个名字后面加上的来表示所有格。这是的啊，这是本铅笔。猫食物在哪里？妈妈眼镜坏掉了。我拿了西蒙玩具。伊丽丝书可以让我看看吗 ？This is a pencil. Where is the cat food? Mom's glass broke. Who has Lisa's jacket? I have Simon's toy. Can I have Eddie's book? 应该是吧。上排牙齿也不能点，不行，都不能点。好厉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竟然可以考满分呢！我的天哪 ！Oh my god！ 感谢你们把我当智障哎，谢谢。不是啊，都不能点啊！这个游戏应该还没有攻略本，我没有攻略啦，不是攻略本，攻略本，好老的词，没有攻略，因为这个游戏太新了。什么啊？这根本就是那个多利的社死现场吧？一直看完那个零分的考卷，没想到多利就是这么不会读书哎、欸！他连那个受词什么所有格都分不清楚哎、欸，连数字都会写错，卡关了啦！多利，你这个谜题没有设好啊？箱子，哎、欸，这个赛马的还没有完哎、欸。啊、这个我也没有玩啊，这个很像迷宫，我应该玩过了吧？
啊，赛马就是这个吧？赛马就是这个吧？啊，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迷宫吧？那我应该只差这个东西没有开而已啊。还有一个大象，是这个吗 ？Your first sketchbook 吗？ I need to search for the key. 哎，这里有一个把钥匙哎、欸，这里需要用一个钥匙把它打开这本书。嗯，一点都没有绕过多利，真的啊，多利真的考太烂了耶，难怪他们把那个考卷给藏起来，跟大熊一样，都不给我们看到。要到我房间，要我来他房间里面自己找，他才看得到他的分数在哪边这样。嗯，牙齿好像要往下拖，真的假的？哇！哪路好多 ？That giraffe is a key. 有了，获得长颈鹿钥匙。原来是这样，我以为点它就可以了。嘿，四个，开了。对啊，应该是点，然后就可以直接开才对啊！哎呦，我翻超快，我靠，翻又超用力的。When I got this book, my age, Dory, age 7. 我七岁，我是 Dory。哦，翻超快，翻太快了 ，Dory， 翻太快了，主角。我怎么感觉像杀人犯啊？我怎么感觉把那个多利给拐走啊？然后把那个爸妈跟多利给拐走，然后我整个嘴巴怪怪的。然后订了某个东西，然后，啊，这是我在马戏团里面的样子啦。只是我怎么把我画那么可怕、啊？然后妈妈就是在马戏团里面，就是玩那个啊，就是表演啊。然后多利一个人进去马戏团里面了，然后在那个里面，然后遇到了长颈鹿，还有头断掉的猫咪啊。然后有一天我们回家了，然后回家之后发现。家里面很多动物，有狮子牵着长颈鹿，长颈鹿牵着大象，大象牵着那个猫咪还是狗狗不知道，还有东西被划掉了，是不是尸体啊？然后长颈鹿里面还有老鼠，什么意思？然后老鼠死了，什么意思？多利在画什么啊？欸，如果看到小朋友画这个东西，真的会吓死欸。然后跑到树林里面了，然后树林里面有一个人在对着爸爸尖叫，然后多利在后面偷听，然后。马戏团爆掉了，然后多利骂了很多脏话，然后把那个剪刀把什么东西给剪掉了，然后爸爸死了，爸爸被烟火给烧死了，砰砰砰砰砰，然后头整个炸掉，然后家里面变成霍尔的移动城堡，多利改造的，然后有一只兔子掉在水里面去了，然后这是多利吗？多利开始骂脏话。什么？我刚没看到最后一页长什么样子哎、欸。刚最后是什么？你没有看到吗？刚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什么东西？我刚没看到哎、欸，这太快了！我操，多利他妈直接墙壁直接开了一个洞，是一个眼睛。What is going on?怎么回事？就是一场梦吗？反正我觉得我跟那个老婆应该跟多利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吧。我可能又跟恶魔订了什么契约，然后被那个多利给发现，然后导致家里面变得非常奇怪。多利是你吗？哪里有多利？汉我经常会过来。我觉得男主角也很奇怪，就明明就没有多利在这边，然后他一直喊多利你在这里吗？或是什么玛莎你在这里吗？妈妈，爸爸，我看到了一只好大的飞虫哦！这东西叫蜻蜓啦，白痴哦！当心点哦，他们是会喷火的哦！哇，别这样子，沃尔特，你会吓着他的。哦，有快跑的选项，会不会被追啊？有可能呢、欸。如果，哎，多利在那边呢？哇，你这跟我玩 hide and seek 是不是啊，多利？我操！哎。多利你，多利你，啊！哎，画面好好哦，天哪，超漂亮，超级漂亮的。Wait for me， 等等我，走不了那么快。
我只能说主角在作死哎、欸。通常这样子多莉一直不理你，然后一直往前跑的那个状态， yeah, 就是你要被鬼给抓走了。对啊，这是什么？我可不想。这什么意思 ？Fortune teller， fortune teller。往前走吧，可能遇到魔形了。你看多莉就是鬼啊，他准备要 jump scare 我了，我要去留副品了。多莉鞋夸小啦，我们之前经常坐电车旅行，现在马戏团留在这里了。哦，马戏团的椅子在这边呢，各位。Wow, so big。你在哪里啊，多莉？啊？出来玩啊，这梦想。他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他会跟自己的那个独白讲话、欸？海底总动员二，多莉去哪儿？谢谢。拿一把枪给我，来把多莉给射杀，超白目的，欠打。这应该也是梦吧？这个惊悚历史真的很吓人。Out of order. 出现故障。哇，这都是马戏团的东西。哎呦，旋转木马。不管我怎么弄，这东西总是出问题。卡多利乐园，卡多利乐园。I was always pretty good at this one. 啊，这个就是你投币之后，然后可以移动这个角色，然后去抵达他的样子。很久以前的那个电动玩具。代查检查保险丝和越野赛车向投币口中投入密开始游戏，摩托车撞倒障碍物时游戏结束，获得1000分可以赢取1枚代币。哎、欸，这可以玩吗？可以玩吗？哎、欸，不行哎、欸。检查保险丝和哦，好像可以玩哦，检查一下，这里吗？是看这里吧，看这个红色线接的地方吧。对啊，这游戏里面好多小游戏可以玩哦，物超所值呢。哎，那你接太远了吧？是怎样啦？一个半岛就没了。Well, let's see if we can turn the power on. 什么意思？啊啊啊！哦，哎呦，14 14 7 2 3啊，14 7 2 5 3 Got it. 是什么？我是左汉，我能看见你的未来，过来一探究竟吧。是那个 fortune teller 吗？哇，这个。可是我没有代币耶，我要怎么拿代币啊？要么找保险丝，要么找电池，真的还要。但这个游戏还没有保险丝哦，还有一定要拿那个剪刀钱，孔游三宝好不好？保险丝、剪刀钱、电池。我想要去给那个 Fortune Teller 一下哎。但先找代币。为什么这么大一个马戏团，然后空在这边，然后完全没有人啊？东西直接任人偷哎、欸！哦，玩赛车拿代币，拿多多呢？小喵，你玩过这个游戏是吧？啊，旋转木马动了 ！Oh my god， 我可以上去玩吗 ？Oh wow！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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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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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嗯，有东西可以拿吗？真好玩，面白い。这不是游乐园，这是马戏团啊！只是里面有那个马，有这个东西可以玩。这是什么、啊？这个 out of order 了。走，我们去玩刚刚那个游戏，那个游戏还可以玩的样子。
刚刚不是有说吗？一千分可以领取一个代币吗？只是你老了忘记了。没错，我老了。谢谢东豪，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情。阿里嘎多。玩恐怖游戏的时候就是要靠大家提醒的。那怎么玩？这里吗？哦，这里。I need coins for this machine. 没有，这游戏还是要钱呐、啊。我哪里面生钱呢、啊？我。这里可以玩吗？这个也不行啊。没钱啊！到位有钱啊！我应该先从地板上或是一些那个贩卖机的那个洞口里面找钱吧。啊，这可以玩吗？可是又没有人在，他怎么给我钱？还是我可以踢他、啊，踢那个退币口，可不可以？哦，马戏团眼罩，我获得了一个马戏团眼罩，什么意思？我想拿这个啊。通常都会在那个柜子底下、啊，或是那个椅子那个啊，就是缝隙处啊。他妈这个椅子没缝隙，我操！Sometimes Dory tries to catch up on some. 啊，这里这个吗 ？Usually not for long. 这是什么东西 ？Why did somebody wrap this up？ 这可以割掉吗？这是什么？这个应该也是弹珠台类似的东西吧？抢钱的小玩意儿。报告，没钱。这里有钱吗？哇哦！报告，完全没钱哦，谢谢，完全一个钱都没有，我他妈现在只能玩旋转木马了，大家。哪里可以拿到钱啊？ Sometimes we eat together after. 有时候我们会在表演结束之后一起吃饭。怎么可能找不到钱？不是就在机台里面，就在下面吗？麻烦蹲下去看一下，我们钱在地板上好不好？总共有个一二十块吧。I need coins for this machine. 那我肯定没钱啦！啊，我在按 H 啦 ，H 可以提示的样子。等一下，哦，这个啦，不要闹爆！啊，怎样？哦，哇哦，一堆硬币。来了来了来了，小游戏高手要上线了，大家。Let's get this on the first try。好，这怎么玩？哦，呜、哦，这个都一千分，这玩了什么时候啊？一千分。但是有点难操控哎、欸，哇，太刺激了，各位，太刺激了！哎呦，哎、欸，其实蛮快的，后面分数加超快的。呜、哦，准备五百分，准备五百分了，大家！哦，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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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w more points. Come on. 哎、欸，等谁打给我？喂？啊！干！ Quiet. 喂，怎么了？哈？我 OK 了。嗯，谢谢。好，拜拜。我都要赢了！对，表哥打给我，因为刚刚虽然电脑出了一点问题，他想打过来售后服务一下。谢谢你，给他六星好评哦。ありがとう。
没有，他不是在看我直播啊，他是刚刚学长电脑出问题。真谢谢你耶，每次的重要时刻不是妈妈打怪就是我姐打怪，就现在又多一个表哥，怎么办啊？到底该怎么办？以后我们那个直播前要多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电脑的 LINE 先关掉。哇哇哇哇哇哇！哦 ，go go go go！ 好了，不要吵，吓我一跳！哎呦，过了，一千了，谢谢。Yes, easy。还可以更多吗？还可以更多吗？有没有可能两千？有没有可能两千？各位，有没有可能两千？哇，一千了，一千了！会不会让它爆掉啊？它这个是有上限的吗？会到9999吗？我只能说这个游戏设的太简单了，随便个小朋友都可以到1000分。哦，其实玩这个手很酸，因为它一直按着，然后移动。两千了，两千了，两千了！哇，十个！啊 ，OK fine，OK fine， 我，等一下，我回一下表哥。诶，我回一下表哥啊，等一下啊，就他妈的，好，回好了。我获得东，我获得代币了吗？这里有了，有了硬币。这个硬币要拿去哪里啊？我只说这个恐怖游戏，他妈就是一个小游戏大集合的游戏，好吗？完全没有恐怖游戏耶，大家完全没有恐怖的感觉。它是一个小游戏大集锦哎，综艺大集合哎。这个代币啊，去找刚那个啦，那个 fortune teller 啦。来来来来来，左汉感谢你的好意。伟大的左汉看到你失去了什么，要想得到它，就得去寻找。谢谢你讲的废话，左汉。前往山顶的漫长骑行，定会有所帮助。等你到达那里，一切大门都向你敞开。这是帮大忙的左汉，谢谢你哦。反正他就是叫我骑脚踏去山顶就对了。怎样啦？这个是让你以为有东西在上面，其实就是叫你运动的那个神啦。所以我看他也有任务提示吗？没有任务提示哎。哦。我可以过去了，等一下，那应该好，其他游戏可以玩吧？等一下，那之前那个可以玩吗？这个说贝伦，阿秀的帅气度随着啾啾头发整个提升了好几个阶层的质感。谢谢欧蕾蕾哦，幸好你不是说我高高的额头，阿里嘎多。这里，开。可以动了，走吧。哦，终于要开始了，大家。我们要进去马戏团里面了 ，Let's go to the 马戏团 ，OK？ Carnival 吗？来，多利，不要再给我躲猫猫了，赶快出来好不好，多利？我靠，多利，你敢一个人来这个地方也是蛮厉害的耶，如果是我的话是绝对不敢的。有点可爱哟、哦、，Circus， 好的。哇，这是会动的那个人形孔盖耶！哇哇哇哇！我要去留复评的，等我一下。
不是说这个游戏没有 jump scare 吗？我真是太令你们失，我真是，你们这游戏真是太令我失望了。谢谢。好 ，jump scare 成一喽。它这个就很像是鬼屋呢，那个游乐园的鬼屋。他下面那个震惊，就是我本人哎、欸，那个震惊是我在震惊哎、欸，这个字幕是怎样3D 互动哦？哇，这什么啊？跑步机放在下面，我可以理解。它就是鬼屋，所以它会吓人是合理的。它也不算低端吓人啦，因为我们就在鬼屋里面啊。5D 鬼船没有 ，5D 鬼船比这个我不好说，你们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我跟你讲 ，5D 鬼船就是那个异大世界里面就是最有趣、最厉害的设施。如果你去异大世界没有玩过 5D 鬼船的话，你不要跟我说你去过异大世界，好不好？一定要玩 5D 鬼船，太精彩了！全台最厉害的鬼屋就在异大世界。好的，谢谢。This way, this way, this way. 哦，哇哦 ，Oh my god， 啊，头晕了，啊，哦，気持ちいいこれ，啊，天哪，这个是要嗑药吗 ？Oh my god。Eyeball lady， 单眼女人。Spin doctor， 旋转医生。转盘医生 ，Master of Escape， 逃脱神人，这是这个马戏团里面的那个主要的表演者哎。Sideshow Freaks Alive，Freaks 是不是那个啊？就是，例如说什么有两个头的人啊，或是那个少一只脚的人啊？怎样啊？这个木板想怎样？这个木板也下得太无聊了吧？你要再蹦是那么大声的好不好？你就慢慢掉下来怎样啦？像羽毛一样。小鱼说5D 鬼船是不是很可怕？小鱼，我跟你讲，异大世界那个5D 鬼船真的是我在去年玩过的鬼屋里面，算是可以拼得过那个日本的富士吉乐园的鬼屋的那个鬼屋哦。Die! Oh no! Oh no! Die! Die! 啊，多莉，多莉，你要我死是不是？多莉。Dory, I'm serious. That's enough. 多莉，你不要闹呢。我是你阿伯呢，不是我是你阿爸呢，不是阿伯来靠呗，我是你阿爸呢，你给我试试看嘛。这个游戏会追人吗？可是如果可以跑的话，应该是可以追。可是他没有躲的地方哎，如果没有躲的地方之前 ，Where did she go？ 都还不要妄下定论，大家。哦，这怎样哈哈镜？哦，哇、哦，这哈哈镜呢吗？哦，不是，这个是。天哪，这个太厉害了吧！这是空间扭曲的艺术哎，它其实是一道墙哎。哇、哦！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哇！哇！四个。Wait, where did I go？ 哎，嗯，靠背反过来变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那个3D 的那个艺术，这可能要从某一个角度看，然后就会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吗？是吗？他不让我过去啊！我看他从某个角度看的、啊。玩过异大天旋地转哦，那个超好玩，但是还是没有比5D 鬼船好玩哦，各位。如果你们去异大，是绝对要玩5D 鬼船的。如果要我排名的话，5D 鬼船绝对是排第一，至少玩个三次以上才能体验它的完整的恐怖，好吗？这个是要看什么？有东西可以拿吗？还是这个可以过去啊？等等等，我再回去一次。路又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对，想玩，但是一直排不进去，排不进去。你说五 D 鬼船排不进去吗？嗯，那你可能需要平日去一下，因为平日的话是你可以连续玩个大概六七次都不会有人拦住你的那种。哎，这游戏想怎样啊？一直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个死亡的道路。
a train? A Dory's train. 是火车。多利的火车。I don't remember putting a motor in you. 哇，多利的火车是那个耶。哇哇哇哇哇哇哇。他是导航小天使呢，导航小火车呢。啊，是要去倒。什么笑容？你说这个笑容吗？对啦，你不要选那种就是毕业之前那种就是节日，你可能就是不要暑假避开那种假日之类的，就基本上是不会有人的啦。平日可能会有维修保养，那你就要先看一下他应该都会提前公告。对，但是5D 鬼船应该是没什么好保养的吗？我上次假日去一大吗？平均一个设施排了快一个半小时。如果一大一个设施要排一个半小时，然后玩那个的话，我可能会有点 little bit angry 耶。但如果是5D 鬼船的话，排两个小时我都愿意，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好不好？真的直接太精彩了。Fine, 来了，原来要继续点它。反正我觉得5D 鬼船就是你们玩完之后可以直接去玩那个天旋地转，其他都不要玩了，其他都很好，都真的还好，超级无敌还好。天旋地转就是在那个顶楼那个，然后它会飞出去那个大楼外面，蛮可怕的。如果你坐那个外围的话，很恐怖，但是很刺激。我觉得跟断轨差不多刺激，应该是啦。哎，怎么了？掉了。Dorian, I used to play with it all the time.我天旋地转排两个小时，然后不是那个啊，不然天旋地转是哪一个？天旋地转在哪里啊？哪一个天旋地是外面的？啊，你说这个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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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那我那个顶楼叫什么？我忘记了，顶楼那个也很好玩哎、欸。啊，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啊？你们都去过？极限挑战，你干嘛记忆大世界里面的游乐设施的名字啊？一根杆子一上一下的才是天旋地转吧？360度把大转特转哦，你是说在上面然后这样子在上面这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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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吗？哦，那个上次我们去没有做到，因为那个时候它这个 U 字形这个还有那个你们刚说那个天旋地转，然后在维修。所以我们就玩了那个第一名的设施5D 鬼船，好吗 ？Wait, Dory！ 突然来到那个日本和风的地方了，大家，这里有个 Oden 呢 ，Oden 关东煮，精装裁缝破，哇哦，这里是那个中国跟日本合体的一个地方 ，Yakitori， 伊萨卡亚 Yakitori。为什么来到日本了？这里是不是在暗指说我们曾经跟多利来过的地方啊？烧肉。天旋地转是旋转荡秋千吗？天旋地转不就是天女散花吗？没有，如果你们说在门口的话，那就不是天女散花，因为天女散花在某一个大楼的顶楼，那个也蛮可怕的。是不是南部人的那个毕业旅行都会去义大世界啊？然后中部人去剑湖山，然后北部人去六福村啊，不要南投人，然后南投人去九族文化村。哦，对，因为北部人都会往南下，然后南部人都会北上，对，对。哎呦，来到地狱了，各位，火熊熊烧起来了。南部人才不会去义大，对对对对对对，南部人会去北部，北部人去南部。那中部人呢？中部人 ，sorry 咯，我们都出国咯，抱歉啊，你们去什么义大世界啊？我直接去迪士尼乐园，ありがとう。什么北部南部啊？中部人是直接出国的，好吗？哎呦，是怎样？哇，是怎样？哇酷！哇，这个5D鬼才有的比耶，这个。哎呦，哦，何これよ？刚刚怎么办到的？我天哪！南部人是九族20年前的事情，我觉得九族算是1369里面算是很好玩的一个那个游乐园了，我自己觉得。可是比较神秘的食物，我也不能吃。怎样啦？怎样啦？惊小啦？
多利在那边乱笑了啦，莫名其妙。从前有一堆青年男女，他们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坠入爱河。这里吗？哦，椰子树，在夏威夷吗？然后呢？我是要选的不是？他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坠入爱河。Motel 吗？哦，马戏团吧，马戏团。是马戏团吗？This sounds like Martha. 就听着像是我在说我和玛莎。哦，这应该是要回答问题吧。好的，下一个。They married soon after. 他们很快就结了婚，一起有了一个孩子。A healthy daughter. 一名健康的女儿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Dory， 叫 Dory。哎，选错会怎么样啊？选错看看。选错会怎么样？没怎样啊。They married soon after and had a child. 哦，这只是重来而已啦。A healthy daughter who was their whole world. 选错只是重来而已啦，就 Dory。我还以为嘞，这个 Emily 也对，有没有？给他吸了。Why is it about our family? 哎呀，变红色的了，好酷啊 ！Growing up.女儿长大以后，欣然追随着母亲的脚步，但他们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日子过得很紧。三次彼此之间的相聚更是越来越少。Oh no！ 于是这条道路终将迎来结束。啊？为什么？哦不！选这个好了。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be? 什么意思？这个是巴拉巴拉吗？它分裂了。我靠！直接往 I have to hurry and find Dory. 往地狱十八层走下去哎！我国小、国中、高中毕业都是义大，你是哪里啦？是北部人吗？都去义大也太靠北了吧？好歹去个剑湖山吧。九族好玩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游乐园之外，还有那个水上乐园啊。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可以看那个原住民就是表演。我觉得还不错，还可以喝小米酒哦，喝零哦，还有绍兴香肠可以吃哦。主要是九族可以跟日月潭一起玩啊，一种套装行程。你可以去日月潭玩完之后，然后就坐缆车上九族玩，这样子玩个两天一夜。这段时间太长了、啊。哇！怎样 ？No！ 哇，十个！被多利吓到，干！西高音哪里？拜托，怎样啦？我幸好我刚刚回头了一下，没看到。这是川普吗？阿成来了。身为南投人，觉得九族好腻，会吗？我身为南投人，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九族哎，九族那边蛮漂亮的，有时候很喜欢去那边散散心哦，很漂亮哦。哎，这边是那个镜子迷宫，哇，十个！哇，这个马戏团物超所值哎，这个进来至少要1690块吧。这可以玩很久欸，这个马戏团。怎样？完了，我迷失自我了。Oh my god！ 救命啊！救命！救命！多利，我出不去，我找不到路。Dory, please stop running away. Dory, please don't shout again, please. Oh my god, please, please, 好不好 ？Please. 而且为什么多利可以在那个镜子后面啊？多利，你作弊啦！你怎么可以在镜子后面啊？
我刚一直抖了一下。我觉得我根本也不用找出口啊，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一直在变，他的路一直在变。我在绕圈圈了，哥，我在绕圈圈了，我在绕圈圈了。等一下，我在绕圈圈了。Oh my god！ 完了完了完了，我在绕圈圈。多利，我的变红色的了。多利多兹，你不要再闹我了，快点让我出去。我是你爸，我不是你阿伯，好不好？而是你是阿伯生的啦，麦闹啊啦！西高音那个站住好不好？烦死了！多利很会控制这个房间的那个哎、欸，光线跟那个音效哎、欸，很厉害哎、欸，不愧是马戏团的女儿。刘冠毅30块说蛮想再看长大后的阿啾去九族唱海可哭石可烂停雨那影片太有趣，哇，那很好，那很好笑哎、欸。看到多利了，看到多利了，哦。我开始觉得他们说就是没有 jump scare 是骗人的了，他们没有超多 jump scare 的好不好？那也要刚好下雨才行啊，才能唱海可枯石可烂。怎么过去？哎，小妹娘，阿妈鬼啦！这门挡住了，为什么不能直接跨过去啊？这里吗？哦，原来你以为路不是路啊，大家。哎呦！一样了，安诺。大鱼小鱼等于送出一个玩鬼的汇集，谢谢大鱼小鱼等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调皮的多利兹，谢谢。好了，他应该这应该不算低端吓人法啊，因为他就是用一个就是他在鬼屋里面的这种正当的理由，来合理化吓人这个行为。Miss Sun说：“我被吓到了。”你说被什么东西吓到？你说被刚刚多利吓到了吗 ？Miss Sun， 我跟你讲，我也被吓到了，干！哎呦！而且他后面有点黑耶，他连个手电筒都不给我。我们今天可以去湖边吗？我的座位，我的作业都做完了，真的。可是多利你，你的语文拿 F 哎，你语文拿 F 去湖边是想要被推进去吧？这个马戏团真的超大的、啊，这个马戏团根本就是物超所值，竟然可以玩一整天呢、欸，然后你就回不了家了耶，直接被困在里面。哎呦，这什么啊？哦、啊，阿兹欧哆啦 A 梦跟 Castify 联名手机壳了，真的假的？那肯定要买一下的、啊。谁推谁还不知道？哎、欸，哎呦，哇哇哇哇哇！但其实这游戏做的蛮厉害的，它就是。会一直让你有一种迷失的感觉。爸爸，爸爸，你看我多高啊！我像个超级英雄一样在飞呢。我是不知道你的有多高，但是你的成绩是蛮低的啦。有东西吗？这个吧。哦，这个就是他爸爸，就可能带他到顶楼，然后就是跟他玩那个飞高高的游戏吧。对不起，爸爸，我还得和妈妈一起练习。晚上见哦。啊，多利开始叛逆了，他开始拒绝我了。多利，你不是说还要再跟爸爸一起去湖边裸体玩水的吗？为什么现在不去了？说要跟妈妈一起练习。哎呦，我 ！No！ 哎呦！伟大的佐汉看到你并没有找到自己寻求的东西。你永远也找不到的，因为你的未来并非如此。但如果你寻求的不是自己的未来，或许你面前的道路可以将你带回过去。嗨，你要循着这条路走下去吗？哪怕必然会面对毁灭。还是那句话，去寻找真相吧。Oh, I must be dreaming. I don't understand. 我应该是在做梦吧？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明白啊？那公三小啊？哦哟，结局了吗 ？Please let me wake up. 赶快让我醒过来吧，拜托，多利。哎，啊，
完了，我一定有嗑药，完蛋了，完了完了，真的完了，完了，这个药效不行，这个一定要送医院了，送精神病院，谢谢。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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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我要去哪里啊？听到我们家里东西都浮起来了，这里吗 ？Oh my god！ 哦，吃到毒蘑菇了啦，真的好迷幻哦，迷幻！那那那那那那 ！Oh my god！ 评价五金店，评价五金店 ，telephone。看这边感觉要晕了我。蘑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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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操，好亮哦！天哪，哦，闪瞎我的狗眼。苏大红吃太多，喂。好了，我醒过来了，我第四次醒过来了。Oh, what a nightmare. 哦，我这噩梦是怎么回事啊？ Oh, 得吃点药控制一下头痛啊。Oh, what a fucked up dream. 这他妈什么梦啊？Where am I? 他的内心一直有人在跟他讲话。我的药呢？他果然真的有嗑药哎、欸。他如果不吃那个力，可能是精神病的药吧。Searching for Dory? 对对对，他哇，吃太多药了，这是什么药？狂吃哎、欸，有人什么药吗 ？Sertraline， 是类似安眠药的东西吗？多莉是不是死了啊？那哇，每个抽屉里面都是药哎、欸，大丈夫？也不算，后面会翻转啊啊！翻转什么？你说整个画面又翻转过来吗？那意义在哪里？哦、oh, ，马戏团门票。Why do I feel like the key is in？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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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为什么会觉得钥匙在那里？那个钻石去哪里了？我整个重来了耶，回到一开始的地方，只是这个音乐盒变得怪怪的，后面变成有那个红红的血迹，还是口红之类的。有钥匙了，所以我刚梦了，就是预知梦哎，我梦了我等一下会做什么事情的梦哎，我像是从那个梦里面醒过来，然后做了我刚刚做的事情这样子。Achu-san and old friends here。哦、oh, ，Why you call me Achu-san？ 你不打，你直接不打 Achu-san， 你要打日文。Achu-san and all friends here. May I know what kind of souvenirs do Taiwanese like to get from Singapore？ Oh, I prefer one souvenir. Okay, you can go to buy Fenlisu. You can go to buy Fenlisu pancake. Pineapple cake.It's very delicious and very famous in Taiwan. And you can go to buy a doll of the tapioca milk tea. You know,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莫名其妙的珍珠奶茶的宝宝跟娃娃。你也可以拿什么黑熊抱着珍珠奶茶，或是什么鸟抱着珍珠奶茶。我真的觉得不，台湾为什么要做一堆莫名其妙的娃娃，然后抱着珍珠奶茶？还有卤肉饭呢，没有卤肉饭怎么带回去啊？啊，你可以带，哎，可以吗？你可以带那个胡须酱卤肉饭的那个酱料包回去啊，我蛮喜欢吃胡须酱卤肉饭的，好吃。哦，他想要送新加坡的礼物给我是不是？啊，拍死啦！哦，新加坡，新加坡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哎，有什么厉害的东西吗？但不用特别带，那如果真的要带的话。但如果真的要带的话，就带个明信片来就好了吧，或磁铁之类的。我个人很喜欢收集磁铁。对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什么都不用带就好，什么都不用带，直接来找我们就可以了，好吧？买我们的周边就 OK 喽，买我们的周边我们就很开心了 ，very happy 哦，最好是全包哦。肉骨茶泡面，哦，肉骨茶，哎，可是泡面可以带过来台湾吗？那里面有肉吗？啊，泡面可以啦，泡面可以带。玛莎可能在楼上画画。哆啦 A 梦的新加坡版有吗？哎，这不是玛莎的房间呢？我们的浴室怎么了 ？This can't be real。这地方怎么到处都这么脏啊？哎，我的药全部都浮在那个上面，还他妈里面还有一个披萨哎 ！Oh my god， 披萨哎！
哇，边吃药边吃披萨，很欢很嗨哦！哎呦，边泡澡边吃药边吃披萨哦，配一点 rock and roll 的音乐，我操！哎呦，就再来了，等一下，你声音他们听不到，等一下，喂，再说一次。我说这地方有没有感觉让你很熟悉啊？为什么很熟悉？因为你刚刚不是说这里很脏吗？这里很脏啊，但是我生活在干净的生活空间里面啊。因为现在有比克邦。我不是故意的，但我真的想问，要怎么跟你们见面呢、啊？还有买周边什么的，这方面活动没很跟上。那个之后我们会有那个更详细的那个活动内容。反正我们在4月20到21号的时候会在台中的火车站那边办活动，就是这样子瞄。或者是有去哆啦 A 梦展览的地方，就有可能会遇到阿啾。对，哎、欸，这次那哆啦 A 梦展还没去、欸，在台北。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很快就会来台中，所以我就算了。因为那个哆啦 A 梦展，它其实不算是，就是很正统的哆啦 A 梦展，它其实就是一些插画家们画那个哆啦 A 梦的展览这样子。嗯，我就觉得还好，因为那其实之前日本有展过一样的，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有请朋友把那个周边全部买给我了，所以我就妈妈得。对，各种艺术家眼中的哆啦 A 梦，对，它是比较像艺术。可以加入玩什么鬼的 Discord， 就是这边都会有第一手消息。对。门被锁起来了耶！我现在需要找东西把它开起来，找钥匙。哇，我这个人真的是大嗑药哎！哇，从那个浴缸里面嗑到那个浴室门口哎，那从浴室门口嗑回浴缸里面呢？出去拿个披萨再回来继续嗑哎！实验啊，很会玩哦。所以阿娇去新加坡了，新加坡一直都在我的那个出国名单里面了，还有马来西亚。你今年就会去了吧 ？Maybe 哦。哇，完全没有啊，卡关啊！哪里？卡利关用哦，这里可以互动啊！哦，他可以直接吃这个药了。这个是什么 ？Carepoint Pharmacy， take 1-2 lead pellet by mouth every 4-6 hours and 这个是什么的药啊？大家有人看得出来吗？它叫做 acetaminophen， 亚斯特明芬。只是讲而已，下次还是去日本。没有，我真的不会想再去日本了啦。你明明就五月就要去日本。What?God!But,Shrekau! 所以那个是多莉在泡澡，不是我在泡澡。Oh my god, 多莉你真的玩很嗨耶。Oh my god, 你才七岁而已耶。哇靠。哎呀哎呀。墙壁流血了。止痛药。Martha, are you in here? 马上你在里面吗？哇靠，我们整个家变成嗯好漂亮哦。这个设计蛮美的耶！哎呦，层层恐惧这里，这房间里的颜色可真是丰富呢。我们不让多莉进这里，因为玛莎的爱好和各种化学品打交道。这是什么？多莉被妈妈泡在浴缸里面吗？那应该是爸爸吧，不是妈妈。喂，这什么啊？天哪，关落音了，各位，这是哪里？哟，只要悠悠，只要悠悠。这里面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根是什么？我应该是拿到这三样祭品，然后再开这个眼睛吧，我猜，对不对？对不对啊？夕阳版还愿，真的。只要悠悠。假如你生气，假如你生气。OK。好了，越来越奇怪了。我知道这里面应该要打鬼了吗？这是那个异度空间的这里，所以我是要在这里面找到东西吧？我猜。啊！哦，你要躲了。马莎他发疯了！你要躲鬼了？我要躲他，可他眼睛被捂起来耶 ！I N C， 马莎，马莎，马莎，
如果你愿意层一层一层的破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要背对他呀，好猛！拿到画笔了，什么？你刚说什么？会想背对他？我说你居然敢背对他，好猛！因为他看不到，他说眼睛被蒙起来了。哇，五月天玛莎哎，他其实走路都是。遵照一个没有哎、欸，他绕一圈了，我靠！我刚才正想说他遵照一个规律走的。马上不要闹，刚这个门可不可以开吗？不行哎、欸，这个门不能开。你给他一把贝斯、欸，他就不会追你了。哎、欸，马上看一下唐鼎长什么样子。我靠！马上连这个法式蛮屌的、哦，蛮潮的、哦。马莎看起来也是一个帅哥酷妹哦，不是，我帮他找三个祭品，那应该在这里吧？不要转弯嘞，马莎！这啊，马莎！哦，哎，马莎！马莎的弟弟叫什么名字？马莎拉蒂，正确。马上，马上！你不要再跟我玩躲猫猫。不可以这样子哦，马上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哎，马上不可以哦。马上不可以哦。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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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过去。不可以，不可以过来哦。叫咪讲什么事了？不可以过来哦，等一下哦，我先找一下东西。没有东西在这里啊。没有东西在这里呀、啊！我怎么只找了一个啊？还是只有一个而已？会不会只有一个啊？可是不是应该有三个吗？按 Ctrl 蹲下，制造更少的噪音。我蹲下了。我先去洗澡，拜拜。哈，先出去。好，那我先出去看看。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还是里有啊？玛莎应该是不会上楼吧？对不对？玛莎你不会上楼吧？上面看一下，黑玛莎跑起来！我在这里哦，咚咚咚咚 咚，超大声的哦！报告五，先放一个看看。哎、欸、，I guess this feels right。哎呦，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沃尔特，不要在我画画的时候打扰我，回头再说。嗯，他在画画的时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时候很难跟他交流。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能光这样还不够。进去看一下。有东西了吗？哎呦，有一根手指头哎！玛莎的手指头，三小啊！哎，我又按到了，等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应该是要拿这个手指头吧，在蜡烛的地方，有三根蜡烛的地方，对，这应该是提示，没错。你们很聪明哎 ，Oh my god，you're so smart 呢。那我觉得刚刚应该只是一等级一的玛莎哦。等一下，玛莎要开车了哦，他现在只是走路而已哦。哎，玛莎，你等一下喽！玛莎，你先过去好不好？你会过去吗？好，玛莎他会过去。好，玛莎，等一下哦，乖乖哦，乖乖呢。嗨，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玛莎ね。待って、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待って。拿到了，这是玛莎的耳环。哦，乖乖哦，乖乖哦，去吃你的食物哦，不要过来哦，过来哦。OK， 好，拜拜。跑起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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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好啦，没到很可怕。
他这马上蛮笨笨的，笑死。来，玛莎的耳朵，玛莎的手指。现在不行，威尔特，我们还得给表演做准备，别在他面前这样子。我当时想跟他说什么来着？看一下，好了，屋子又变了，还得找到最后一个。Let me check 一下哦，这个画板啊，这个是刚刚那个小角落画画的地方，应该是啊，就是刚刚那个马赛一直给我绕圈圈的地方吗？是吧？欸，等一下，怎么感觉怪怪的？是不是变暗了啊？这里被挡住了耶！他这里被封起来了，我的天哪！马上，你等一下，马上，我跟你回系列了。我不是故意不理你的，你等一下，你让我去拿那个东西就好了，拜托，我是为了救你，你不要过来。好啊，像怎么玩我就问，好，你看过来我怎么玩，好，玛莎，来啊，你这样怎么玩？好啊，像大家不要走啊，都不要走啊，都被你卡住啊。可以拿了吗？哎呦，超级隔空取物啊！他会不会突然追过来？他会不会突然追过来？他会不会突然追过来？没有，他没追。好，好了，啊 ，so fucking tired。OK， 拿好了啦，多厉害啦，玛莎拉蒂。没什么好谈的，多莉会跟我一起继续演出，你看不出来吗？这就是她的未来，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记得汉娜讨论了多莉在马戏团的未来，但玛莎根本不听我的，我感觉很无助。这是怎么回事？哦，所以他们两个吵架了，分崩离析了。然后他在想说要跟谁走，多莉要跟谁走这样子啊？他们也离婚了，对对对，他们应该是离婚了，所以多莉应该是跟着玛莎走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因为精神崩溃，然后就不想接受这一切，就开始疯狂的嗑药，然后顺便吃披萨，顺便泡澡，然后就可能分裂出了另外一个人格吧。然后我这个另外一个人格以为我现在还跟玛莎跟多莉还住在一起，就是这样子。但殊不知我们已经离婚了，他不想接受这个可怕的现实。啊！哦，玛莎，玛莎，你可以过得来哦。哦，玛莎，你哦，哎，我又回来了耶！我又回来了，我又做了一次梦，干嘛在全面启动是不是啊？梦中梦哦。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Is this crazy dream finally over? 到底他妈怎么回事？这个泡沫终于结束了吗？吓得上牛上个厕所。喂，
小人刚好在椅子上面，真的吗？哇，卡哇伊！哇，卡哇伊！哈！OK， 有一点微可爱哦。移一下位置，好，走吧。现在要干嘛？哎、欸，看一下这个音乐盒，它已经开了。那钥匙拿了吗？它后面时间好像也不一样，刚刚好像是。比较后面的时间，到底是怎样啊？我现在到底是在现实还是梦境里面啊？搞不懂嘞，搞不懂嘞。陈奕华加入鬼宝宝，欢迎你，陈奕华。奕华，欢迎你哦。看起来你是个大学生哦，还是高中生？我和玛莎之间到底怎么了？我们不是应该很幸福才对吗？他为什么会那副模样？玛莎他们跟鬼一样哎。哎呦，怎么感觉有微微的不一样啊？怎样啊？大地震了！我操，他酗酒了。哟、什么东西？这个家只剩我一个人了，而且他话都倒下来了耶，变得不一样了。走进去吧。我出社会了，哎呦！Mary is turning seven。玛丽快要七岁了。玛丽，多莉收到邀请很开心，可惜她去不成了，因为我们那一天有马戏团的演出。感谢邀请。哦，多莉因为要那个演出马戏团，所以就没好去朋友的聚会吗？啊，丹尼尔七岁生日，但多莉也去不了啊，因为多莉要一直。参加马戏团的那个演出，所以他一直没办法去同学们的聚会，然后就因此而霸凌啊，被霸凌。哼，反正那个多莉那个小女孩，那个小碧池，她又约不动，很难约。哎，多莉很难约，奇怪，每次约你都约不来。难约呢，叫你难约妹呢。不是，可是那是因为我妈妈需要工作，你不要吵啦，超难约的，下次不要找她去厕所了啦。Not where the kitchen should be. 厨房不应该在这里的。玛莎逼多莉表演，有可能呢、欸。然后多莉不想要在马戏团表演，她不想要，但是她就是父母强制她一定要接那个马戏团的工作这样子。马戏有柯林呢、啊。哎呦，树懒电灯泡。哎，这里有垃圾袋，这是什么？我一向会把厨房收拾的整整齐齐，但为什么会乱成这样？同学应该会说，哼，能赚钱了不起，要不就很有钱，以后你请客啊啊！好了，我请客，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了，你们要吃王品还是吃什么？嗯，吃一些高档餐厅，我都可以预约得到啦。多丽莎大姐大小姐你好，多丽大小姐，你要以后那个生日派对你不来也没关系啦，嘿嘿，嗯，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哦。多莉姐，哎呦，开玩笑的啦，不来生日派对也没关系啊。来来来，走，我们去吃牛排。有钥匙这里，真的耶。Garage key. Who put that in here? 来开门。哎呦，我靠，啥小夜店哦。有时候我会把东西带回家修。他这个是马戏团的一些，哎呦，这感觉要解谜了这个。哇，这感觉要解谜咯。来了，解谜小达人来了，各位。先看哪边有谜题。好，解谜小达人放弃了，谢谢。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吗？修理绞盘，给旋转木马换新腿，重新粉刷小丑们。一，修理绞盘；二，给旋转木马换新腿；三。
重新粉刷小丑们。好的，这个吗？人体模型在马戏团很不少用处，很不少用处，但只剩下腿了。其他部分可能在附近吧，这里。哎呦，这是什么？哪里 ？Tarab， 什么东西啊？我怎么都可以看？这里。There's a laser pointer attached to the hand. 这手上还放着一个雷射笔，获得一个手了。哎呦，that's the torso. 去看看这里。Looks like the head and left. 哦，我们是要找那个吧，人体的模型的所有的部分吧？啊，这里啊。Locked. We use this for all kinds of stage. 那应该就是一二三。It's mine. 等一下，看一下文本。Can't remember the code. 绞盘、旋转木马跟小丑们。绞盘、旋转木马跟小丑们。所以木马是这个，所以是二是这个，二是这个，然后绞盘，什么是绞盘呢 ？What is 绞盘？完全无视第一个项目，因为只有三个而已啊。那可是只有三个耶，它就三个密码。好吧，那灯泡吧。灯泡在哪边？我看一下，它就三个密码哎。绞刑台有缠绳子的绞刑台吗？这个吗？灯泡是舞台的，先不要管它，因为它那个排列感觉是不太一样，它感觉是那个另外一个地方的东西，它就是因为它这边。空了半格，你知道吗？我就直接看下面的了，一个大标题的概念。绞盘小丑们，小丑们在这里。那请问小丑们是哪一个符号啊？我好多符号啊，多利。哇啊，一二三四，哇，超多的呀，超多啊！啊，哑巴，多利，小丑们超多符号，有四个怎么办？有四个哎。绞盘，你要不要使用人体模型？哦，哦 ，fits。I need to find the arm。手背还有头啊，找手背啊，手背，手背，手臂，手臂，开线索找。手臂。手臂在哪里？手臂在哪里？手臂，手臂，这是什么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be？ 玛莎前几天跟我说过这些西多会数字，这些西多会数字。右边那页画着奇怪的符号，西多会数字，所以这旁边的密码吧。L， 啊，应该是一加二加三等于下面那个图没错。所以是第一个，哎，不对啊。因为它一格不是代表一个数字而已吗？那第一个是24241耶，这个是241耶，第一格这个是241耶，聊天室挡住了。哦，它这个是241啊，二加四加一啊，那这个嘞？怎么可能？这不是三个数字吗？为什么这是二加四加一？它就加起来五，二加四六七七七吗？七，好七。然后这是一加四，一加四加四，九七九，
七九，然后这个是二加三，二加三加五，二加三加五。好、哦、好、哦，十啊啊、哦哦、十，十啊、哦，不可能会是十啊，七九零吗？啊、不对啊，这个不是啊，这跟那个没关系啊，喂，那应该是另外一个密码啦，七九一零啦。那这个应该就是刚这个的线索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可能提早解了，他的密码我们可能还找不，他的那个要解的地方我们找还没找到，那就是七九一零，我们先找出来了，没事，先背着，好，先找手吧。那个箱子，哪个箱子？多雷，这个箱子不能动啊！这个箱子没有，它不是密码，密码箱。我们先找出那个人偶的手吧。完全没有啊！啊，在这里，找到了。嗯哼 ，also fits。啊。密码在这里哦，还有什么需要的？好了，也可以了。It moved on its own, and it's pointing somewhere. 好、哦。嗯。所以解这里吗？可是没有九啊，只有一到七而已。他不是这样解的，他不是这样解的。一下，等一下，重来，重来，重来。Stop！把苦，把苦，把苦，重来，重来，不是这样解的，各位。他这个是一，这个三角形的一。那只要看第一格有什么的一的符号就可以了吧？所以第一格就是二啊，二吗？试试看，等一下，三组密码。然后第二格有什么对到二的？那就是一啊，一啊，一。然后第三格有什么对到的？五啊，五，应该是五吧？哎呦，好，那边有东西吗？报告五，三组密码你要先调第一个数字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再一次，好，那第一个就是241，第一个是241，so like this， 嗯哼，好，兔子是这个。Maybe this is one symbol. 先拍起来。好，好，第二个。四一，四一四，四一四。Oh my gosh！独立你四一四，so like this， 哦，这个拍起来，好，再一个，第三个，第
第三个是二二三五二三五。哇，这感觉就是密室里面会出现的题目哎。So like this。很厉害哦。这个好，刚好三个结束。好，刚好这三个，哇哇，这个谜题有厉害，有厉害到哦，雷海岛哦。第一个是这个，这个，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这个，就这个、啊，第三个是这个。啊，开了！哇，这个解的很有成就感呢，美败哦，上方宝剑。I modified it with a secret compartment in the hilt. Sometimes I use it for stuff that Martha shouldn't find. 我要把这个剑插哪边啊？ Let's take it apart. 放在桌上拆开看看吧。这里。Let's take a look. 来看看吧，只要拧一下，这名该就出来了。只要拧一下就可以喽。哇、哦，这里面长纸条哦，好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多利将与马戏团签订为期七年的合同。本合同将具有法律约束力、执行效力。多利有义务参与由马戏团导演决定的所有演出和活动，包括每次演出之前一整天的排练，以及每周不少于四十小时的训练。他才七岁耶！马戏团将在合同期间为多利提供适当的食宿与医疗照护。作为对其演出的回报，马戏团将为多利提供公平合理的月薪，具体数额由马戏团导演决定。若有错过任何表演，将根据当月计划演出数量扣减相应薪资。当多利年满十八岁时，可不受合同约束，自由寻求其他机会。他还要工作到十八岁。对于多利在表演期间可能受到的任何损伤和伤病，马戏团概不负责。若受到致命伤，父母将获得总计一千块的补偿金，太少了吧？然后我还签名，不要闹，不要闹哎、欸！难怪马上会跟我离开。What the hell? A train? 多少？一条命一千块美金，一千块美金也很少啊！一条命哎、欸，哥哥。多一千根本就没有补偿到吧？凶悍了吧？多利被我们给卖了，而且他还因此而牺牲了童年呢、欸。I know that smell. Sometimes I helped out with the feeding schedule. Emma loved apples. 艾玛喜欢吃苹果，这是梦想。这是马吗？马厩吗？这是马厩没错。真的超少的，哎、干嘛了？冲啥了？大象宝宝哦。我、哦、是艾玛啦，要死我！你惊死人啊，艾玛。Very sweet animal, but the circus was not the right place for her. Nobody should be locked up like that. 任何生物都不该被锁在里面。他们这个是巡回演出的马戏团。Where are we going? 重点是我竟然签了那个合约，许愿卡啊！难怪马上要跟我离婚。有可能是因为真的是我们真的没钱了吧？然后当时的他就出此下策，这样。他叫什么来着？我一直都不喜欢魔术师，他们总是会让你的脑子乱糟糟的。这是可以看的吗？没东西可以看，没钱只好卖女儿了，真的。这感觉要出现那个催狂魔了，这里。这是我们的房间。哦，多利喜欢看这个漫画，又一样这个漫画了。感觉睡这个地方蛮温馨的耶。哦，干嘛啦？请那个工作人员不要把那个人偶放在这里，谢谢，好不好？吓死人哦！我们买了一栋供不起的房子，我们还买了一个供不起的房子。就是我们的休息室，在这里走走，长途旅行也就没这么难熬了。
Sometimes Rodri cooked. 这应该是当时的那个情景吧？那些有可能是什么列车的服务人员之类的。这里没东西，哎，有个棋盘。A real pain to play when the ride was bumpy. I installed a metal plate. 我给这些棋子装上了金属偏安小磁铁，走吧。对啊，就付不起啊，就是付不起房贷，所以就是推那个多利去那个马戏团那边啊，然后抵房贷啊。You just don't travel around anymore, right?小房贷，该起床工作喽！啊，我不是叫多利吗，妈妈？没有，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房贷了。哇 ！What the fuck is this? Oh, I need to get away. 吓我一跳！要来吗？啊啊啊！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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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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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等他突然吓我，他感觉会突然出来，我觉得。主播会卖到咪讲缴房贷吧？他卖不了多少钱吧？我就问。怎么用啊？这个怎么用？我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没有扳手。好，我要回去拿吗？扳手在哪里？在某个房间里面吗？不会吧！我的天哪、啊！完了啦，他要来了啦！这里，这里，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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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et rid of this goddamn puppet. 我听到声音了，他来了。Now I have to pull the lever to the right side. 好了，哦，哎，哥哥，惊死人哦。I hope it's gone now. Okay, what now? How do I get off this train?好了。Can I even leave, or am I trapped in this nightmare?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ay. 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沃尔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What is wrong with me? 我脑子到底怎么了？他出轨了，是这样子物理出轨的吗？ I don't care what you. 你怎么想不关我的事？我可以走，你可以走，我们不需要你，他也不需要你。玛莎是唯一有理智的人吧？实在是很不明白耶，我会不会真的出轨啊？整个绿光照顶哎，我可能跟刚刚那个 Emily 在一起了吧？哼！爸爸，我和妈妈以后真的要和叔叔一起生活了吗 ？I need to get away from it. 有叔叔？哦，哇哦 ！It's awful circus. I have to save Dory from. 我得把多莉从他手里面救出来。叔叔哎、欸，叔叔他家又有钱，然后叔叔他身体练得很壮，妈妈很喜欢。妈妈每天晚上都在叔叔的那个屁股上面，就是一直动来动去的。爸爸，那是什么意思啊？哎呦，整个列车整个混乱掉了，各位，整个歪斜了这个列车。对啊，叔叔还买 PS 5给我哎，他都会叫我这半夜不要去上房间里面乱看，叫我在外面玩 PS 5，听到我叫声的话也不要理他。所以合约不是我签的吗？那刚刚可是刚刚签名是我的签名没错啊，刚刚自己讲的啊。引擎室。妈妈每天晚上都在叔叔房间里面哭，哎，她好好难过的感觉哦。她每次哭得很凄厉，不知道怎么了。但是妈妈说她没关系，她可以忍住。刚刚她说不是，可是没看到签名是谁的。哦，那会不会就是玛莎她签的、啊？哎呦，这干嘛？什么意思？先看好了。冰冷死寂。哎呦。
What's going on? 怎样？ It sounds like it's gonna explode any minute. Or maybe I can let off the pressure somehow. 哎，这个，等一下。That seemed to work. 这个。还有什么？这个。把那个冒烟的地方把它关起来。哇，这里出事啦！好。还有吗？大喷烟的这里，哇靠，大喷烟这里，哇，等一下，就，太多了吧？干太多了吧？关不完啦，哎。我找，我失败了吗？这很难欸，啊，我失败了。什么意思？哦，应该是剧情杀啦，吓死我了。我想那个也太难了吧！多力化的爆炸，樱桃，你很懂哎，对耶，刚那个绘本，评价五金店，精装裁缝铺，我来到冥界了，大家。这什么地方？炸酱面、炒饭、馄饨、水煮肉片。哇，这是中国餐厅，饺子、麻婆豆腐、炒饭、回锅肉、水煮肉片。哇，水煮肉片9块钱，好贵啊！北京烤鸭、宫保鸡丁、糖醋里脊、点心。哦，点心看起来很好吃哎，什么是点心？还有什么吗？这里吗？这个是他们来到唐人街还是中国之类的地方吗？你是几点啊？那个，哎，我看你要错几个，操三什么意思？爱你哦。你有什么？你是几点要那个啊？9点呢？那是要日常哎。9:15。嗨！但这游戏蛮不错的，想知道结局是什么哎。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叙述方式来讲这个宝宝的一生，在你后面。好多眼睛。结束了吗？我离开了吗？啊！都好中文，好贴心。这个有可能那个工作室也没有中国人吧？有可能我下来了，但是他是写简体字啊。那有可能是马来西亚人。哦，玛莎中国人嘛，帅的啊！火车怎么啦？对了，玛莎是中国人啦，老婆是中国人。也不是说有简体字都是中国人的，但是前面有讲说玛莎是中国人没错。我现在在哪？哦，我只是在讲，就是对，这是马戏团。玛莎今晚要排练，她现在整个是脑中的那个场景一直跳来跳去的耶。这个人真的是嗑药嗑太多了，各位，好不好？远离毒品，你我有责。小心拉 K 尿布一身哦。没想到下一场表演叫我一个人上，他怎么能这个时候生病啊？你俩又是不是又去湖边了？这么冷天还去？哎，玛莎好像真的蛮鸡掰的耶。人家那个多利生病，然后他还在那边靠药生病哎。多利生病留在家里了，今天大概是唯一的机会了。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多利就会玛莎强迫那个多利，然后去表演，生病的时候去表演，所以他可能在马戏团里面表演的时候，然后就过世了。
马上强迫多利去表演啊，然后跟但是多利因为跟爸爸去湖边玩，然后就感冒了。快点，我们要拯救多利！一切都这么离谱，这什么地方？都可以坐吗？怎么感觉可以坐啊？这 closed 了，这不能坐了。然后马上还出轨找叔叔，真的还找羊屌，很会找哎、欸。来了 ，side show， 看来风暴给我们的破坏挺严重的呀，这里面吗？哎呦，可以进来耶 ！Oh no！这什么表演啊？看不出来耶。This wonderful world, mystery and nature， 什么意思 ？Is anybody there？ 有人在吗？那卡住蹲下。欧蕾蕾三十块说：“舅舅今天玩到几点啊？叉 O 叉 O， 我今天要玩到九点哦，剩下十分钟了。叉 O 叉 O。”所以我现在在飙剧情，你有发现吗？我是要直接一路往前冲哦，大家，冲到爆哦，冲到不可理喻哦。Tonight Doris and Martha's Chow. Oh my god, Martha Chow， 曹玛莎。那咱们今天这个马戏团，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中国的特别的马戏团表演师曹玛莎，跟她的女儿曹多利。哎，不是姓曹，不一定姓曹了。欧阳多利。The amazing Tao. Oh my god, Tao! Whoa! 他们开始玩了，不是他们开始表演了。Amazing Tao! No, don't do this, amazing Tao! 我真的Tao欸。用搞把放下来还行。这里。恐怖游戏三宝之一出现的各位，还以为今天不会出现，太好了，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剪掉吗？啊？真的可以剪吗？我怎么要剪 ？That's the safety net. No, I won't let you take my child away, Dory. No. 为什么要剪他、啊？难的，剧情需要的。我是想要害玛莎吗？结果害到多利是吗？因为我受不了玛莎这个行为，然后本来想要害玛莎，结果殊不知多利也在上面吗？我想起自己做了什么，我杀了我的妻子。可是为什么？这样根本没有道理啊！ Doesn't make any sense at all. Oh, Marsha. 我为什么要对你做这种事情啊？明明应该有别的办法。我以为多利今天不会上场，结果殊不知玛莎也是强制让多利上场了。结果我本来想要在今天杀玛莎的，结果还顺便杀了多利。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就能帮到你啊？对不起。So sorry. But what now? 但现在怎么办？我得找个办法出去才行。我什么都看不见。是手电筒吗？手电筒有了，各位。It seems like something has to be put in there. 哎呀，那什么？ Oh God, what was that? 那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啦？等一下。我找什么？干嘛又要追逐战了吧？这里太恐怖了吧！这里一定会吓人，妈妈。看这 Slenderman 的地方哦。I tried, but I was not cut out for office work. 这搞怎么找啊？这森林也太大了吧？这
什么招魂铃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去了，大家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去了。你现在叫我回去，我直接自杀给你看，完全找不到怎么回去。Why are these bells everywhere? I'd better be careful. 哎，我回来了。Shit.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等一下，我回来了。哪里？哦，因为他绕一圈回来，是不是啊？那我等一下，再一次。应该是要在那个森林里面找到三样东西啦。提示一下好不好？这里有个帐篷哎。哎呀，哪里？有了，神秘的球体一个，一块表，数独。找到一个了，那先回去吧，妈。先回去好了。怎么感觉怪声音？感觉有人走路的声音。玛莎哎！哇，玛莎很猛哎！哇，玛莎她现在是完全体耶，大家。不敢再那 human no autonom。玛莎进化，完全体玛莎。What is it？ 得，不能碰铃铛，嗨。这里还有一个。太太，你会想要买那个彩色版的那个《神圣计划》吗？太太不见了，感觉玩不完，真的剩七分钟了，找不到下一个在哪边。而且常被他追好像也不会怎样，被他追其实也不用重找东西。哇，这个人丢高了。他去洗澡，他不是洗完了吗？这里啦！哎呦，等一下，等一下，这里面有个地方可以进去。我有办法，就是在这边过完吗？啊靠！回来刚刚地方了，他都没有提示一下，我刚去哪边？就是啊，玛莎拉蒂，我操！卖救啦，救啥啦？没碰到啊！在烤哦，我没有碰到你，叫什么叫啦？口臭攻击呢？玛莎使用口臭攻击，哇！ Is there no way out？ 这个不能存档啊，它这个会自动存档的，不用怕。啊，来了，完了，碰到铃铛了。这里有吗？没有。我其实可以拿的东西，然后马上给他抓到就好了。他就可以，他自己直接把我送回去了。马上就是一个传送阵的概念，大家一拿，然后马上引他过来，直接回家。这个吗？哦，这里有一个地方啊！靠背，等一下，我没拿，等一下，马上，等一下。这里来过了，鬼打墙了。这里，好了，你抓我啦！对不起啦，我鬼打墙了，找不到路了。哎呦，玛莎，你淡季嘞啦！你不要再追了，很烦嘞，就找不到东西了，还在那边给你追。敢不敢给我追看看？你要不体验这个感觉啊，玛莎？刚刚那个书柜有它的素描本，可是那个我应该是要找那个球体吧？
是吗？那个东西应该蛮明显的吧？还是真的是要找素描本啊？啊，这、啊，我回来了，我操！大卡关呢、欸？好，我去看那个素描本，走回去一次。哎呦，马上在那边，这里。没有，这个是收集品而已，大家，这个不是那个需要的东西。哎呦，麦考啦，蛋你啦！我也不知道找什么，没关系，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找一个球体就对了啦。啊，玛莎来了啦！哦，这新地方了。玛莎被我干扰了，玛莎放了一个音响，我放了一个音响之后，玛莎过去了。啊、哦！到底，玛莎，Where？ 阿兰上来了，啊，完了，玛莎来了，啊，等一下，玛莎，你等一下，我再找一下就好了，你等我一下，你不要烦，我觉得我快找到你，不要再追我了，玛莎。你不要追我，我们可不可以同心协力一下？可不可以同心协力一下啦？我就差两个球而已，你就那边搞我。快点，要59分了啦，烦呢、欸，找不到球了啦，玛莎。这里有东西吗？去看一下。H， 没有。这可以上去吗？可以耶。这狼没来过哎。有球吗？报告五。有吗？报告五。有球吗？报告五。马上59分了啦，马上我要过去了，大家再见了，大家。找不到了。啊，找到了。Short stint in a factory assembling TVs, but this job only made things worse. 马上要吹波啦，先这样子吧，各位。有机会再来把这个破完，感觉已经要结束了。先这样子了，我们待会儿影片见了，三奶奶明三，拜拜，等下跳过去哦，拜拜哦。可恶的玛莎，去死一死吧！